我感觉有点诡异。没有，没开始呢，吃饭，吃饭。小金，那可能是他的任务，是不是？他在干嘛？子怡要把所有人逮一遍。子怡的任务是逮的石梦姐。子怡的任务是逮的石梦姐。王子怡已经暴露了，从这儿就过去了。哎，真的很有意思哎！我跟你们说个事儿，子怡肯定是在执行任务，但是我完全分析不出来他的任务是。我刚才已经都报了一遍了，反正子怡那应该不是，那应该不是。如果报了他，他会直接说他的任务失败。